第33题，钾溶液是由蒸馏水3毫升及1滴浓度为1大米的盐酸混合而成，乙溶液是由蒸馏水3毫升及1滴钾溶液混合而成。在常温下，下列有关于甲乙两溶液的 pH 值关系何者正确？我们可以看到，钾溶液呢跟乙溶液呢都是酸，酸的溶液的 pH 值呢会小于7，但是钾是比较浓的酸，乙是呢稀释后的酸，所以钾的浓度 比较浓，氢的浓度比较大，所以 pH 值比较小；而乙溶液呢 ，pH 值会比较大，所以我们的 pH 的关系应该是钾小于乙，然后小于7。因此，第33题问我们说，下列有关于甲乙两溶液的 pH 值关系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钾小于乙，小于7。